你要是不想拥有我这种又白又嫩的皮肤，这期你就别看了。这不是上周情人节吗？我对象呢知道我一直沉迷于东方青草，所以今年啊他就投其所好的给我买了我亲亲老公代言的产品，就是这个噔噔小公家的香氛沐浴油。而且啊我才用了它一周，它简直就是好用到我信息素和 DNA 都动了的程度。它是这种玻璃瓶的外观，很华丽，很有质感，精致典雅的设计包装真的很适合送礼。The Bomb这个牌子啊起始于1997年，是来自以色列的品牌，他家的品牌灵感是来源于自然，以自然为主。全系列的产品啊都是取自于纯天然的原料，融合了海洋中的矿物质和植物精油，给全身肌肤来一次高端的护理享受。他家呢就是主打愉悦自己的生活方式品牌，里面呢就是提供给肌肤、身体、家居全方位享受的生活仪式专家。我这一瓶呢是翠绿玫瑰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常规的玫瑰味，真的你们一定要去试试看。就洗的时候这个味道好闻到直冲天灵盖，但是它不是那种齁香，就是你仿佛置身在一片玫瑰花丛中，然后坐在藤边的秋千椅上摇晃，一阵风吹来带来一股股的花香，远方呢还不时地飘来淡淡的柑橘味，夹杂在一起啊清新又高级，让浮躁的心啊立马就平静下来，简直就是欲罢不能。我用完的当天啊，男朋友直接抱着我猛吸了半天。它呢是这种啫喱的质地，你就加一点的水啊，打出来的泡沫就非常非常的绵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有机植物精油，深层的去滋润皮肤，改善皮肤干燥。橄榄油呢还有皮肤可吸收的溶脂性维生素，可以更好的抗氧化。鳄梨果油呢还有丰富的抗氧化维生素 E， 可以更好的疏通毛孔，柔软皮肤，提升肌肤弹性。还有小麦胚芽油能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，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啊，这个皮肤哎，它就是个又滑又嫩又白皙的大动作。而且冲洗完之后啊，滋润不假话，我都快爱死我自己了。他家现在啊，京东可以直接买，开业活动还在进行中哦。还有各种的磨砂膏啊、沐浴油啊、身体乳啊，组合在一起买呢会更加优惠，店铺内还有会员活动。啊，这个香味实在是太上头了，你们相信我，试了之后一定一定会喜欢，现在给我立刻马上去买。